咁啊，无啦想讲食嘅话题，想问一下大家，仲多唔多人中意食合味道杯面？因为好有趣地，我系以前系几中意食嘅，即系买啲杯面做储粮呢个字啊，咁讲啊，即系储啲嘢食喺度都成日买去嘅。咁当然而家多咗买其他嘢啊，即系啊，可能而家买都系当兵卫啊。买炒面王嗰啲多啲啦，特别炒面王多味咁啊。跟住啊，所以啊，而家少咗买去，但系点解少咗买去系？因为有一段时间嘅合味道，我觉得好 Q 难食，真系好 Q 难食。大概个时间系揾咗阿古巨基唱歌。唱只胶歌，我呢只歌好 Q 胶嘅，啲歌词喺度咩小鸟爆开鸟嗰只咧，啲人都心谂乜嘢歌词？古巨基一排歌系黐紧线地，唔知点解啊，唔知唱搞乜鸠咁啊！期歌嗰期真系咩小鸟爆开鸟嗰只，我即系一来只歌唔知搞乜鸠啊，二来就系、是、我都唔知点解要搵佢嚟搞乜鸠，跟住即系只歌真系好胶啊！然后跟住嗰期系连啲杯面都唔知搞乜鸠，嗰期咧就系啲咩转咗锅盖。做胶盖，个盖系胶嚟嘅，而家嗰啲系纸嚟噶嘛，佢系胶嚟嘅，张系胶底嘅。然后跟住就 selling point 话咩啊？话而家啲合味道可以摆落微波炉度叮噶，啊你系唔再需要有热水噶，你得冻水都可以噶，你倒啲冻滚水落去，跟住摆落微波炉度叮，而家合味道系可以咁做噶，哈哈哈哈哈咁样啦。咁你听我好似好方便啦，即係你唔使我当你夜媽媽整个杯面啊，你冇热水嘅啊，又要煲一煲住先至整到嘛，佢就话唔使㗎咁样。咁有一期咁 sell 嘛，咁嗰期係转包装个杯，再之前啲好似係发泡胶定点，跟住而家都唔係发泡胶，而家係纸杯啦。但嗰期就係先转咗做纸杯，再加埋个盖顶呢係咩加埋个盖顶系变咗胶嘅嗰只盖咁样咧，然后就 selling point 就系同你讲可以入微波炉。嗰一期之后，我食过几杯之后咧，我就好耐冇买合味道，我买晒其他牌子咯，因为好 Q 难食啊！嗰段时间系有时焗啲杯面咧，你觉得嗰啲面少少索到啲啲汤落去先至好味噶嘛。但系佢嗰期啲面咧系索唔到汤嘅，唔知咩事，唔知为咗要就咁咩落去微波炉叮嘅嗰个设计咧，佢系啲面索唔到汤咁，好古怪。即系我讲，只要系你个杯面，你系真系倒热水落去，又冚咗三分钟，佢就索唔到汤嘅，好 Q 难食嘅嗰时系变咗面还面汤还汤咁样，好古怪嘅。跟住你要嗰啲面系可以索到啲汤咧。就好很古怪地是一定要你摆个微波炉先得嘅，你摆个微波炉唔知叮佢一阵咧，佢先至啲面汁会有少少索翻啲汤咁样。有一期佢应该为咗就微波炉 design 搞到咁样，跟住问题系佢嗰啲，我唔知咪我有时嗰个微波炉个 work 数可能唔系啲最common 嗰啲啦，佢嗰个 recommend 时间我跟亲佢嚟叮咧，都实会叮到啲面就。写咁啲出嚟，因为佢会叮到好似起步步步步步咁样，热水咁滚滚咗咁样咧，就会写咁啲出嚟，又搞到微波炉污糟晒。但系你唔跟佢嗰时间，你减咁啲咧，减啲啫喎，都已经系即刻又唔够热啊，剩嗰啲咧，哇，好 Q 难食啊！嗰阵时入味道啊，变咗我真系都好一段时间，我印象中都耐啊，真系可能七八年都应该有，即系七年八年应该有，我估嘅时间系自从转咗一只可以入微波炉嘅合味道之后。好 Q 难食，真系好 Q 难食。我买耐唔耐，我总系觉得，应该俾个机会去，话唔定而家冇 Q 咁难食咧。咁样耐唔耐，我先买一个试下咁样。跟住一食个屌你老味，点不捻嘢？跟住就唔食啦咁样。到跟住，因为我都系耐唔耐可能买几个翻嚟试下嘅。到我近嚟，因为我之前嗰段时间咧，知我成日买当兵卫，所以就少咗好多买其他牌子啊。因为当兵卫，因为。咩炒面王咁样咧，成日都系两只啊嘛，或者咩咩上素咩麻油面嗰只咧，公仔面嗰只咧，系，跟住然后之后嗰啲时间我就咁食咗啲面啦，咪即系想转口味嘅时候买翻合味道啊，跟住我发现而家合味道咧
就终于，我唔知道，应该都唔系呢排嘅事，印象中可能再多啲，可能年零两年或者再以上，可能都有。终于变翻唔系可以入微波炉嗰啲，因为佢微波炉嗰啲咧，以前话可以入微波炉，而家佢写明咩？嗱，你就咁食法，就倒落去焗三分钟。你用微波炉食法嘅，你倒啲热水落去，跟住咩入去叮一分钟就快啲食得咁样，或者咩倒冻滚水落去嘅，然后就咩买微波炉唔知叮几多分钟就可以食，咁佢写啲教学上面嘛。咁自从有呢样嘢之后就好 Q 难食，但而家啲上面冇晒呢只教学，同埋会写咗唔准入微波炉，而家写呢句嘢，我就系嗰时咧见到，咦，而家合味道写翻唔准入微波炉，喂？咁咪即係冇咗以前嗰个戇鳩 design， 咁咪会变返好食呢？跟住我买咗个雜感杯面啦，然后跟住我就唔知迟一两个星期，好似上前个星期上个星期唔记得咗，跟住食咗嗰咗，我觉得咦啲味又好似正常返，即係都变返近返以前我觉得 OK 嗰陣时嘅嗰啲合味道囉，我变翻嗰种咯，咁跟住我嗰个 O K 翻，即系而家啲汤你就咁倒热水落去，焗佢三分钟，焗完三分钟啲面就自然会索少少汤，咁跟住食落去咁样，就变翻以前咁样咯，类近以前法宝胶装嗰阵时嘅合味道。咁当然而家你话环保唔用法宝胶我 O K， 但系佢而家个盖咧都变翻唔系用以前嗰只湿胶胶盖，嗰阵时胶盖咧。我记得佢系灰灰地色咁样啊，嗰、那个盖底系变咗，而家变翻好似银银地色咁样，嗰张真系纸嚟咁样啊，即系唔知咩纸嗰啲，唔识点叫啊，但系总之唔系胶咁样嗰只咯，咁就好似系正常翻咯，我觉得而家终于好食翻啦，系味道，我又未点买其他味嚟试，我真系。因为我同有啲人倾过，我话唔系喎，合味道可以入微波炉之后好 Q 难食，但好多人话唔系啊，差唔多啫，冇分别。但唔知点解嗰阵时我真系觉得，我唔系话净系嗰一两转，喂，都试过好多若干转，就系喂，落唔落买过试下会唔会又变翻以前咁啊？因为以前中意食合味道噶嘛，因为咁样就嗰一段时间，总之佢仲系 keep 住话可以入微波炉嗰阵时，你除非入微波炉叮一叮，但系叮亲实写出嚟嘅，因为。可能系嗰啲唔知几多 walk， 跟住咩叮几多分钟，就系嗰小差距咧，好麻烦啦，变咗叮整个杯面都觉得以前咧，我宁愿煲个水倒落个，但系倒落就唔好食噶真系，因为而家倒啲水落焗都冇问题，因为而家话明可以入微波，我觉得好食翻。有冇人系有同样呢个感觉？系记得有一期可以入微波系唔好食，呢个真系要问翻大家，睇下冇人都系醒起呢啲。系咯，我真系觉得好鬼古怪嗰阵时。而家就正常翻咯，我食个杂锦味都好味，系咯。咁咧香辣海鲜呢排又唔敢，因为我哥哥辣辣地嘅，呢排就费事食到咁辣啲嘢。呢排即系只要前排肠胃唔好嗰啲咧，咁变咗又唔敢食翻嗰只住。咁跟住我问咩，我又中意买杂锦味啊，问咩咯？有一期又中意买冬菇鸡，又跟住咩五香牛肉咁呢几只咯。但系而家系中意买杂锦味嗰只，我反而系可能试下睇下。买下其他味试下如何咁样先，真系而家真系好似好翻啲，系咯。杯面你觉得叮完会好难食，但系咧嗰阵时啲合味道唔叮唔得咯，反而倒翻转系，我认同呢样嘢噶，即系正常啲杯面就咁焗系好啲，但系佢系嗰期啲合味道，你只要系就咁焗咧，就会变咗索唔到汤，好胶啊，成嗰啲面好鬼古怪啊，好鬼怪，跟住。嗰期咁样咯，咁而家正常翻就唔使搞呢啲嘢。我其实讲做咩入微波炉，好似搞咩微波炉款嗰啲啫，即系戆鸠鸠嘅。其实香辣海鲜而家汤底变咗味，哦系，我少食呢只嘅我自己。我还好，但系我唔中意，即系我唔知佢嗰只辣我半半系。嗰排合味道你都直倒滚水，啲面都难熟。哦，系啊，系啦、啊，系啦、啊啊，真系系咯，即系有唔系净我咁觉得嘅，系咯。好鬼古怪嗰期系，即系喺嗰啲面好似整嚟整去索唔到嘢，索唔到水咁样，索唔到汤咁咩？变食落好古怪，面还面汤还汤分开咁样嗰种感觉，好古灵精怪，我就觉得。同埋嗰阵时真系有时杯面攞去微波炉叮嘅嘢，即系嗰排嘅合味道唔叮唔好食啊嘛，都有句。但系一叮咗一下咧，
好鬼怪，跟住有时啲味好似窿窿地咁样啫。佢有时你少一剂，佢又索唔到汤，但系唔知多少少，跟住佢有时会有少少怪怪地咯，都唔得啊嗰排。碌翻上少睇翻大家 comment 先啊！而家盒味道变咗未啊？阿 Ash 话，同埋唔知系咪感觉问题，嗰一缩咗水，我觉得好似差唔多，好似差唔多，我自己觉得我唔知道，可能我而家相比以前，可能我细食咗啲，相比以前啊，真系，我唔知道咁样，我唔特别觉系咯。跟住，但系睇下先啦，别讲笑，小鸟爆开了，系啊，就系、是、播嗰只歌。自从阿古巨基唱咗呢只歌，仲用埋嚟做合味道广告歌嗰期咧，就系刚刚开始啲杯面转装话可入微波炉，就系嗰期开始。而家你如果唱翻合味道广告咧，你可能揾得翻嘅。有一期佢成日话：，冇热水点算啊？唔使热水啦，而家有一期讲过咁样啊嘛。跟住就系嗰一期开始，杯面就 keep 住，总之系胶盖。个盖系灰底胶盖嗰期咧就好 Q 难食嘅，真系。而家就正常翻，我真系觉得。我之前买嗰只咩杂锦味杯面咧，佢仲要唔知嗰个盖咧扮诶唔系扮 sorry， 佢用翻日本嗰边个 design 啦，就两个嗰一头搣起有对猫耳咁样咧，咁样做嗰只咯，咁变咗真系我正常翻，好似啊真系。小岛村话记得有集南哥讲话。老领嗰阵时候，应该系咩？即食面排行榜好似嗰个，佢话间唔中会买满汉大餐。我一时时其实咩满汉大餐或者咩花雕鸡嗰啲咧，即系两只牌子嚟啊！我知系唔系唔好食，佢个汤底同啲料系正嘅，我都系好食嘅。但系佢个面底我麻麻地嘅，即系个面底唔够人嚟咯，我都系觉得。食落好鞋或者好，因为好鞋又好淋喎。你就算你焗个时间跟翻，或者将唔焗咁，因为唔焗咁耐，佢又好硬喎。你焗耐啲啲，佢又好淋。我觉得佢面底争啲咯，即系满汉大餐或者咩花雕鸡嗰两只牌子嗰啲，我觉得争嗰啲咯。跟住系一时话胶杯嗰期系特别唔好食啊，系啊系啊，不过出咗只 XO 仲系几好味嘅咁样。而家仲冇嗰只味，如果而家有嗰只味，应该而家好食啲添。我觉得仲满汉廿蚊个真系好贵，我都有啲咁嘅感觉系咯。即系你廿蚊去买嘢食一件事，但系唔知点解你话廿几去买个杯面碗面，我系觉得系咯，就唔知点解有啲心理关口问题啊，觉得好似几贵咁嘅感觉，我都有。但系又明嗰个感觉，嗰时候南哥话：，你做嘢做攰啊，真系想买个自己觉好食啲嘢翻去食，咁又。明嘅呢个真系煲滚啲水可以雪冻佢，等你食杯面嗰阵时整滚热佢又得。跟住咩啊？最稳笨系所谓逼吸嗰只吸变逼啲面唔觉多咗贵咗，我又觉得多咗嘅。我觉得啲面系多咗啲嘅，又咁讲。深夜即食面系福面加蛋第一，我少食福面反而真系。跟住阿 hit 话当兵咪叻咁样。你而家唔系食，你咪有一排食得太多，食到惊啊！我嗰阵时你唔系试过咩？附近有冇当兵咪啊？帮我买两个啊，过嚟搵我嗰阵，我记得嗰阵真系咁咩？我试过帮佢买当兵围，我记得好似系。你而家系食得太多，所以惊咗。我唔得啦，咁样迟啲见到你整几个俾你啦，真系。但系逼吸二十一个半三嚿咧都抵嘅，抵嘅，我都抵嘅。你本身普通装嗰只都差唔多价钱啦，差少少咁样。六熟个面倒晒啲水，然后个底开咗个窿，咁恐怖。点解？宵夜食型多捞面两包超正，但系型多捞面整我麻烦啲啊嘛。即系如果系夜妈妈嘅时间，唔想搞咁多嘢，因为你又要剪嗰三包嘢，跟住又要沟啲酱，然后跟住录完个面又要倒水，咁跟住隔水，咁跟住先再咩咧？我觉得好似大工程啲。所以我记得好似有出啲咩即食包装，即系唔系要你镬煲煮，系唔知个碗定点，好似有做出过，但系好少见印象中有。下一时话你印象中以前食到三四啖，而家两啖食，咁你好大啖，唔好食咁大啖啦，唔好食咁急好啲。挑战合味道大杯面辣番茄味，冇食过样啊真系。跟住睇下先啊。中意食蓝色包装，我就应该系海鲜咯。如果合味道嘅话，应该系海鲜味或者咩香辣海鲜啦，嗰只系咯。
咩杂饼味啊？你揾咗啊？你揾咗嚟食噶？跟住嗰班盒味道啊，头先读咗系阿木吉就话嗰班味道直接直到滚水就挂啲面难熟，系咯，即系唔系净系我咁觉得喎？又咁都好啲。跟住睇下先吓，然后话咩？本身丁杯面好怪，系噶，本身你要摆入去微波咁丁，我好古怪。有咗 Donkey 之后就冇合味道嘅事，咁你有 Donkey 你可以买翻日版嗰合味道噶嘛？理论上日版嗰啲嘢再好食啲嘅，因为日版你买翻姚毅露营成日食嗰只咩咖喱杯面，你买日版嗰只零舍好噶嘛？嗰时阿轩哥唔知睇完姚毅露营咧，话咩行 Donkey 佢即刻走咗去买嗰只咖喱杯面食啊嘛？佢话买翻呢只先啫，佢话啊，成日见姚毅露营嗰度食好似好正咁，做咩？专登买翻嗰只咖喱杯面，同埋我记得唔知道日版盒味道本身佢嗰只最 basic 最原始嗰只酱油汤底嚟噶嘛，但系我哋呢边系冇嗰只味卖过嚟噶嘛，除非你去啲咩超市买日版嗰啲咯，真系。番茄试过一次，逼自己食晒好大阵烟灰味，我冇食过啫，真系。我依话咩？近年夜晚要留 reserve 先食翻杯面，试过有。一段时间啲杯面摆到过晒期，过咗两年就掉咗佢。咁讲，当期卖嗰啲啊，日本嘅杯面好好食。咁讲，然后跟住咩入？不过合味道杯面最强系嗰只迷之肉。迷之肉我真系我觉得几好食嘅。点解我中意买杂锦味嘅咧？就系佢有啲迷之肉喺度啊嘛。我系觉得几过瘾。跟住咩？你而家谂起当兵迷阵味都会烦。你屋企系咪咩？咩买咗成箱喺度咁样啊？你嗰期系，我而家你嗰期你咩买成箱喺度？我咁得啦，下次见你买几个当兵咪孝敬你啊，买多啲啲啊，跟住啊，你再从咩再做咩？等多唔知个零星期出消费券就用嚟买一箱啊，孝敬你啊，真系系嘛？即系睇下先啊，杯面过期三年都食过啊。好似我冇过到咁耐，但系过期我有啲，我试过食过期杯面，好似冇嘢。我跟住试过有次有一包咩福字伊面，伊面汤面 ，sorry， 即系平时可以话你当妈咪面咁样拍开嚟就咁食嗰只咧，嗰只我试过有包唔知过咗一年定咩半年，我唔记得咗，九个月啦 ，around 呢时间啦，跟住我攞嚟咬几啖，我觉得有啲油溢味，跟住我即刻就掉咗。跟住睇下先啊，咪就系嗰期成箱俾晒人，跟住哦，你嗰期食到惊，我当兵围我唔会食到惊，我觉得要当兵围嗰食到惊有啲难度，我真系觉得好味，系咯，你嘴刁啦，你嘴刁啲系呢啲咩杯面啊，即食嘢呢啲咁啊。咁草根咁平民嘅嘢啊，你呢啲咁样啊，你何以不食肉味？你又梗系咩啊？你梗系啊，佢觉得好难顶啦、啊。我呢啲有个杯面咬下都好开心啊。我呢啲系咪？睇下系啊，倾偏呢啲系咪啊？你同阿 Vanessa 食开好嘢啊嘛，系咯啊。我哋呢啲梗系咩啊？当兵位好正啊！你话当兵卫贵过合味道噶嘛？哇，好开心啊！我今日系食当兵卫啊，我唔系食合味道啊，贵咗几蚊鸡噶咁样咧？哇，有块腐皮啊，好豪华，我可以咁样去开心啊！你话唔系？上次我同 Vanessa 食嗰间唔系咁样咧，咁样苦啊嘛，一定系做鬼你先。有冇食过杯sorry， 有冇食过咩煲癫加杯面？冇啊！你讲真噶，即系煲癫倒咗个杯面咁样，即系点啊？攞咗去当蛋咁样，当碎蛋咁用系咪咁嘅款啊？系咯，冇油味系可以食，嗰时就系有阵油烟味，所以我就冇食掉咗之后。两点半讲杯面，但系真系好邪。我本身唔谂住两点半讲杯面，但系因为呢个话题，我真系近嚟食咗嗰个杂锦杯面，我觉得好似合味道翻咗嚟感觉，所以想同大家讲，本身系唔预咁夜讲嘅，本身点名钟啊，系啊，本身点名讲啊，谂住系咯，谂住播完节目讲，但系跟住俾 YT 断线搞一搞，咁啊冇计啦，耐咗啦，系咯，
系咯，就是这样咯，咪唯一要成日讲咯，系咪？即系唔系下个星期我惊有其他嘢讲唔醒起啊嘛，头先啲话题讲到差唔多咪讲咯，因为生存啫，我你唯一喺 Hell Kitchen 度生存啊嘛，真系系布丁加杯面认证咗值得是哦哦哦哦哦，佢布丁系边种啊？即系即系好卡食。日本好中意嗰只咩鸡蛋布丁个底有少少咩焦糖喺度，系咪嗰种？嗰种黄色嗰啲啊，鸡蛋布丁唔咁，佢咪真系当咩啊？当系碎蛋咁喺上面啊，或者炒蛋碎咗喺上面，咪咁样做法嗰啲嘢，系咯？系咪嗰种咁嘅方法 ？search 下先，布丁加杯面去，我 Google 下先，搵下先。有个 post 系咩 ？Like Japan 咁咩？吓到个心嚟一嚟，日本究极杯面食法。咦喂，跟住我见有啲图片出嚟咧，喂真系多、哦，多人话咩？加个布丁落去食，或者咩打个圈咧，接啲麦芽呢落去，要扮下边个啊土方嗰啲咁食法。睇下先，布丁 and ramen come together in Taiwan。有张咁嘅图喺度，我喺个图片搜寻都揾咗出嚟。仲有啲咩？喂，原来真系多人咁样、啊。咩？台湾直情用只咩统一布丁咯？我觉得我系啲超市或者咩 HAT 买到啲布丁系日式嗰啲布丁咧，嗰只底嗰啲咧，应该都系类紧味嘅。咦，冇错，得意咁，有啲想试下。布丁加杯面，好似得咁啊！真系有啲啊～想试一转，研究一下先，揾转试下先。土方鱼柳包咩？土方特制饭咯，或者嗰啲咩？跟住咩啊？刚刚瞓醒，阵间食个杯面先。你嗰啲杯面系点啊？系咪你杯面厂为你啊 custom make 嘅系嘛？等于而家咩？成支软雪糕劈落去个拉面一样。我见头先有啲图，好似有啲人做啲咁嘅嘢。跟住睇下先啊。然后咩啊？食杯面有样嘢烦，食完间房都好大阵味，冇计啦。杯面啲嘢浓味啊嘛，所以系大阵味啲嘅，冇办法呢嘅真系。咪唯有咩咯？开下窗嗰啲咯，唯有即系开多少窗，你或者咩开下抽，如果有抽气唔抽气咯，系咯。统一布丁或三或森永布丁啊，森永嗰只我知边只，好似几得意，真系想试下。OK， 试下先，搵转真系。跟住睇下先啦。土方鱼柳包、土方特制饭，但点解大家好少食点心？虽然贵少少，我有一期都会买少少急冻咩叮翻热嗰啲点心，有一期我都有啲买到，但系唔知道可能夜晚妈咗咧，有个杯面可能有少少热汤咁样饮咧，好似爽啲嘅个感觉系，即系所以有期可能买啲咩。丁嘅烧卖啊、虾饺嗰啲咁样咧，啲咩咩点心嗰啲咧，有一期都有啲喺度，或者嗰阵时试过咩可能夜翻跟住去七仔，即系可能整完嘢咁，可能十一点零十二点咁样走，跟住去搭车之前，我哋七仔嗰度买包或者跟住咩，或者搭完车可能咩便利店嗰啲，跟住买啲咩丁点心嗰啲翻去咁烧嘢食少少咁样，有时都会咁样，都会。点解大家唔问冇干炒牛河？夜晚还干炒牛河啊？你夜晚仲干炒牛河就肯定雪柜剩低你叮咁大嚿，咪夜晚唔使食咁多嘛？啲正餐嘢，杯面你半个正餐或者三分二个正餐啫，我觉得系，即系你杯面有时你可能如果你系正餐咩晚餐或者午餐，你食个杯面可能都，我觉得未必够啊，即系可能都要加多少少其他嘢，整嗰块饼啊。或者咩人整个少其他嘢食啊咁嗰啲咧，呢个真系 off topic 讲埋少少啊，即系大家难顶啲。有一阵时唔系而家有一排多啲系啊，有阵时咧我会买只又系日清嗰只咧，有只叫咩咩咩佢绿嗰啲细细杯嗰啲咩绿嗰啲粉丝汤还是咩咩唔知咩麻辣牛肉米粉定咩咧？细细杯嗰啲净系话咩？你可以当系个汤咁样去都得嗰只咧，嗰只又唔系咁大杯，细杯啲咧。如果你杯面唔够，你可以加埋嗰个嚟落咁样咯。有一期又会咁样，我系会
咁咁样，有时系可能嗰个正餐你嗰大支系唔够，可能你整个杯面或者咩，可能你叮个饭，你可能剩翻个饭喺度，你知道根本唔多嘢，即系冇乜餸喎，整过啲咁去叮咯。咩日清嗰啲咩叮粉丝嗰啲系啊，好似系咁样，嗰咩咩焗粉丝嗰啲好似咁样。佢有几只咩淡淡面味啊，跟住有只咩泡菜味啊，跟住有只唔知咩麻辣味嗰只，就好似变咗米粉嚟嘅，嗰啲系米粉啲就冇咁。粉丝啊，粉丝嗰啲系好好食噶，嗰只系 O K， 嗰啲真系佢话诶，你当系多个汤多个餸都得咁样咧。有时真系你可能咁巧，有时你真系雪柜叮饭，你真系啊落翻啲隔夜饭，你真系啊饭又唔系咁多，餸又冇乜，你加个嗰啲 O K， 或者你嗰日饿嘅，你咩杯面嘅，你啊唔够咪加个嗰啲咁样。你都主打辣鸡面，辣鸡面我试过一次，我真系唔得。我食辣都系嗰句用嗰个指标嚟计，我唔知咪叫指标，未必过中意食啦。你用淡米嚟计，我系去到三小辣我就停手嗰啲嚟嘅，即系我嗌个都好似以前你讲过啦。我话我嗌个小辣嘅，但系有少少高咗啊，咁啊觉得好似系同佢斗紧多个 enjoy 紧。三小辣我 OK 啲咯，小辣系最顶顶咯，唔会再上咯，我系所以咩辣鸡面嗰只我唔得，嗰只我试过一次嗰时咪话咧，我食嗰个辣鸡面嗰日唔知就整咗个面，就是、辣鸡面咁样，跟住一食我唔得好辣，我净觉得个水槽有啲唔舒服，啲痛咩？跟住我直情咩，真系走去冲啲冻滚水落去，跟住又隔一隔佢咁样捞翻个面出嚟咧，跟住我走去攞啲胡麻酱打个圈变胡麻酱捞面，好似人哋咩沙律面嗰啲咁样咧。咩咩咩拉面沙律嗰啲又似咁样咧，胡麻酱捞乜都好食噶嘛，其实芝麻酱或者有啲叫咁样去当芝麻酱捞面食咯，好少系咁样，所以我冇买过辣鸡面之后，跟咩咩叮粉丝，喂大佬微波炉叮热嗰碗咩杯装日清嘅即食粉丝啊，系咯咁样，咁讲好唔好啊？呢、這个字真系我唔知道你听乜嘅，听嗰个自动修正咧，好似咩？咩 Microsoft Word 嗰啲咧，个字咩红色有条间，一个自动修正嗰啲咁样咧，你系玩自动修正，全部啲 Sunny filter 呢啲，全部都系 Sunny 伸缩个俾你嘅 filter， 佢嘅能力俾晒你咁样咧，将能力赐俾你哋啊咁样啊嗰啲啊咩嘢 JoJo 攞支箭吉一嘢就系啊近咗伸缩当就伸缩箭，将能力俾咗你咁样啊，你睇李容艾迪两个系啊真系。咩食物叮食物，你都留咗个口字边咯，即系我唔知道你点样啊？你谂紧啲乜嘢啊？一个有正常智慧嘅人，大家知道我先讲啲微波炉啊、加热食品咁样，你会咁样同人讲嘢啊？喺平时啊，你系咩？咪问买个叮饭食咁，大家知道你咪七仔买个叮饭食，都知道你买个啊急冻，跟住摆喺微波炉加热饭，你会同人讲我系七仔买个微波炉加热用嘅饭盒先咁样，你会唔会咁样讲啊？啊，一个二个玩嘢，一个扮晒嘢系嘛？一个二个啊，摆到明又明嘅，一个礼环自谷，一个二个拖晒出去打啊！唉、啊，真系。菜槽一人一盒咩波仔叮饭啊！全部人嗰啲咩，全部系咩唔准叮，要你斋冻拍落去咁样啊！咩或者乜乜烧卖啊，咩咩点心急冻嗰啲唔准加热直拍啊！你话唔叮啊嘛？你个叮字系点啊？全部冻拍落去咯，当佢好似食咩咩维记雪米糍啊！你讲个虾饺好似维基雪米糍咁样俾你班友仔食就得，真系一个二个去玩嘢系嘛？个牛肉球嘅咪当系咩咯？雪米糍咩？朱古力皮咯？嗱，虾饺似嘅，虾饺十足十倍咩？白色外皮嗰啲嘅咩维基雪米糍啊？日本嗰啲咩雪米糍嗰啲咧，咁啊似嗰啲咯，系咯？啊，你就咁样啊？你由你班友仔啊，成日。要叮字咁多疑问系嘛？如果要讲微波炉加热食品系嘛？我真系信你平时，即系我要买一啲微波炉加热食品啊！我要买啊买嗰啲用微波炉加热嘅点心啊！我真系想咁讲买噶，买啲叮点心先咁样，你一定咁讲。就算唔系咁讲，我都类似嘅，只系啲人嚟讲话啊，叮个烧卖食，你都明系咩意思啊？无啦啦就喺度抽称个字，
以后你班友仔都系我巨嗰啲虾饺，你当雪米糍啊？咩牛肉球啊？当系咩朱古力雪米糍咁？珍珠鸡，珍珠鸡去当难谂啲啊！珍珠鸡真系一个形状都唔同啊！好，珍珠鸡去讲咩？谂唔到啊！朱古力班 cake 啊！屌，就咁计，就咁话啦。